早上好呀，姐妹们，今儿做个芝士蒜香厚吐司，黄油隔热水融化，接下来整点蒜泥。妈呀，姐内心其实180个不愿意剥蒜，指甲缝里都是大蒜的香气。来吧，干活打蒜，其实也可以来点小葱末，倒入黄油，再来一丢丢盐。大个笨蛋，打蒜霍霍云，今儿用个厚一点的吐司，给它切成井字，底部不切断，方包表面裹满蛋液，厚一些的吐司也不用担心是软掉。再把蒜泥酱涂在方包上，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左右。哇哇哇，还不为姐的胜利而欢呼，来点水果儿浅摆一下盘，喝点简单的绿豆牛乳拿铁，放根雪糕也可以，淋上芝士，普罗旺斯调料。隔着屏幕有没有闻到香味儿？入口微咸，浓浓奶香加蒜香，口感好丰富。再来口咖啡，今日份早 C， 好喝不太甜，快试试。